当你了解宇宙间的道理的时候，我们开始才会深刻体悟自己的渺小。当你知道自己渺小的时候，你的这个容器啊，才会瞬间变大，去吸收宇宙天地间的珍贵的真理。好，当你吸收真理的过程中，又会因为你的特长，天地间又会灌输你一些特别的灵感，那个才叫叹为观止。你会觉得哇，谁都想不出来，那是谁想的呢？不是你想的，天地给的。所以当你了解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我们人世间只有在每一天的努力不懈的精进中，才有更光明的明天，千万不能懈怠。所以有人再问最后一题，经常人们说人算不如天算，当我看到超级生命密码里面有许多观念及实例，感觉到只要人想清楚愿意改变，虽然天可以安排我们许多事情，但只要我们愿意，我们就可以一件一件慢慢的调整我们的命运。我一直用这个观念勉励自己，不知道老师你的看法如何？他讲对不对？对呀，地球是这个宇宙是活的，对不对？它不是死的。既然宇宙是活的，就没有一样东西是死的，是不是？包括你的宿命。如果讲这个理论是正确的，宿命可变，那它已经突破了过去其中的一些观念，是不是？那你要好好的 study， 那这里面怎么变呢？就是我前面讲的，你必须要做实验，不是我讲的算，是吧？也不是谁讲的说的算，只有你自己在做实验的过程中看到证据才算，对吧？当你知道这是铁证如山的事实，所以你的信念就不会容易摧毁动摇。就借由这样子的一个不易摧毁的信念，一关过就关关过，那么人生关关过去的时候，就是光明的人生。帮我们自己啊，或者是我们旁边的人，能够多理出一道光明的道路，你就会发现幸福就跟着你。